大家好，画面老师克泽です。日团卡顿成员龟梨和也将在4月11号到13日来台，一连三天出席映后活动与影迷见面。而他在今年2月举办活动和粉丝欢庆生日之外，也暌违4年与三下智久同台。官方今日释出两人彩排画面，看到修二与张高唱2005年的百万单曲，让许多网友感动直呼：活得久，什么都能看到。